后面怎么样吗？我觉得我额头不好看啊，因为我觉得我额头很高，从小到大。你的面相不是额头高的面相吗？额头高也很妆。你的极限可以让，因为我觉得是拨开刘海到，好想看、哦，看一下多高吗？他会跟你有礼貌，就是说我不会这样给你弄，就是你可以背后看，好不好？你可以偷偷给我们看，就是、背着镜头。我也要看，因为我的眼睛是双眼皮，我们都到后面来看，我的眼睛是直的。我也要看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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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，谢谢谢谢。这样会有油啊！你现在这样的动作是，所以化妆不化额头的、哦，不化了。嗯，一，所以我色差了。六三，啊，对呀、啊，很帅呀、啊！哎，这样好看多。你可以顺便脱裤子吗？来，one，阿弟老师，one，two。他的额头可以演侠客的那一种哎，你为什么认为不好看？不会太高哎，是饱满的，很好看。妆真的，可以剪短发。我觉得留额头神气很足，对，你这样反而看起来会有点窝囊哦。对啊，窝囊，窝囊，真的啦。觉得你终于长大了，对啊，就是成熟，真的是演古装片不是要加厚播吗？胖哥，我才不敢掀额头嘞，我额头比较高。不然你照那边给我们看一下。来，换你到那边。过来，快点！我真的额头，我觉得不要了啦。我没有，你们这些有头发的人在这样，我实在很看不顺眼。不要比较好，有点高哎，很高对不对？哦，所以我要必须要那个。可是有一种韩国味啊，我觉得蛮像那个异形的那个。没有，我觉得有一种灵气出来。什么灵气？灵气就是很有灵气的。你如果说没有说没有这样弄过哎，我也是男人什么？对对对，好像真的，我是男人。李准基。对他有一种，还有一种花旦的脸，有，你要在做人身攻击吗？